这两只沙发上面只，这两只沙发上面也拢无啊，三百块，倒卡。这后这个鲑鱼沙发上面只无啊，你啊气死人啊，九百了。头前啊，放过来。来啊，听我讲啊。好，OK不？不过来，啊靠呀，你客气啊，客气啊，你这客就无义啊，我唔知呢，我无看到这呢，这个物件够人冲到这嘛？ 迄个阿翁，等下恁煎两排好啊，有人要食这无？这叫柠檬鸡腿啊，想要食的人计唔免三百，唔免五百，两百，上面食柠檬鸡腿，这上面价格好啊，或者无同个两百啊。哎，两百只。一支鸡腿，两支鸡腿，三支鸡腿，四支鸡腿，五支鸡腿，六支鸡腿，七支鸡腿，唔免三百啊，这三支我送你啊，这样计十支重要啊，这拢无贵的啊，两百了。两百只。哎，两百块上面食柠檬鸡腿。 四支五支啊，六支啊，七支啊，八支九支啊，十支十支两百了，真欢喜啊！两百个要食柠檬鸡腿哦。阿姐，两个啊。披萨机四支五支六支啊，七支八支啊，九支十支啊，你敢有客？一家小孩玩的没？在啊。安尼无啊。披萨给他我卖啊。大红的，你收啊。好 ，OK， 够人要食披萨。 阿姐啊，感谢啊，大哥，谢谢你们啦，感谢感谢，拜拜拜拜。今日我早这个培根披萨，用我烧炉啊，哦，烤箱烤我烧炉啊，三百五百拢免啦，先加钱的先赢两百炉。这一只烤我八十啊，这三只烤我二十啊，我卖你两百，我搁送你一只，送你两只，等下者，一箱尔嘛。一箱尔。这只搁送你，全部六块哦，你两百。阿姐啊，来披萨搁有要食无？一块两块，三块哦，你啊，四块五块啊，六块啊，这一块算三十几块，你免看嘞，大你要食，这真好食哦。 来两百个，要食披萨无？两百块。披萨两百个，要来无？来边啊！最后一个两百，加加等下无啊，一百落啊，一百落啊，等下试一下看嘛啦，一百块啊。最后一个一百，边啊到啊！最后一个一百到啦，要食毛肚。毛肚到啦，要食毛肚。最后一个一百啥物啊？来呀，这边啊！无啊，无啊，无。毛肚无啦，要食来啊！这样台啊，好短短去啊，好啊，弟弟。 恁搞要点啥物菜？搞要食鳗鱼，鸡啊拢来三只，拢来好无？你要三只啊？够要安尼无？啊？你要对只乌骨鸡？蒜头我改袂啊。我只九百。九百是，咱要蒜头乌骨鸡啊。先生，甲你收一下。搞要食蒜头乌骨鸡，剩三只尔，拢无啊？这拢办道理用的啊，唔免一千，唔免八百，三百五十个啊。三百五，咱两只啊。两只。好啊。 用个啦，最后这只三个，上面一只，一只做滴你无紧整理。三个，三个。啊，头前搁一个啊。还是有无？这个掠过来啊。对啊。哎，我后边三个放我去后一只，后边。三个，多少个过来啊？我倒无，这个我来啊，你过来好啊，你去处理你个好啊。我只搁，我只两个啊。我只三个哦。我分一只去哦，这只搁你。来，这你个哦。啊，你搁包一只，你只你个。啊。 对吧？你客过啊，搁有啊，你莫紧张，我来收拢个啊。啊，这帮我倒过一个哦，你只要无聊，帮我倒过哦。哎，你只要闲闲帮我倒过一个，你你收闲个啊，你家己啊，你只要倒过，小尾无问题啦。三五个要食无？最后这只无啊？最后这只三五上面食无啊？敢会当去平买买无？就一只尔。三五个，谢谢感谢团队支持，来开始造成造好。来，你客个我卖卖了。 你讲啦，要食这个，搁一条一千啊？加一条啊，或者好无？麻烦者。来，走好啊，走六五啊，谢谢啊。你要啥样？来，你提四百嘛。哦，走五十一袋给你。咸猪肉有，来咸猪肉要食三百了啊？拢无啊？一条卖你三百无？两条卖你三百？来三条卖你三百，这条搁送你啊无？四条三百了，后壁要啊？多少个？ 三百头前搁一个，一条三百，两条三百，三条四条，你个钱系你个入账。三百个要食无？咸猪肉，千里巷个菜拢我食三百了。百五个有要食，百五。百五个有要食，百五。百五个有。有钱人晚上。你要搁一份啊？来咯，加币啊！百五个有要食，百五。百五个有。你要搁一份啊？来咯，去吧，搭地过咯，地过咯。一千块走四百了，对无？ 哦，这个都是后来电话讲话啊，应该都是过年期间调出来支援的。我先来卖这个物件，你过年时啊，你也无搞，出去我凊彩你，来客人客看起啊。车里面有女生吗？
这叫血管肉啊，这等于炒飞机黑银，目前现在你炸炒青菜肉，从古早为乌白炒，这一包炒飞机黑银，二个两包炒五百，两包炒五百，唔免五百，三包上面只啊300块。这血管肉落去白啦，三包上面只啊6块无，这血管肉300块啊，这当用炒的好啊，三包上面只啊无啦，一包够3粒啊，一包够粒啊，这卖烤肉啊，真的啦。你血管肉好无？有啊，我要交，我知道。一包够你吃吃五个人计交，交个台语版。新客钱的新娘，200了，来200块了。两个呀，三个呀。200块，200块了，200了。来200，上面吃血管肉，200块。200个要吃无？看到直播。血管肉最后200了。来几只？新客家。200个要吃无？血管肉200块。聊天室叉叉几条？拢有啊吗？几条料叫？来找几片。阿得是。最后两个，最后一个200了，无啊？好吃无？伊落伊会加一个，最后一个200块上面吃，我数你会加。我袂记名，伊袂记个，但最后剩这200一包了，没有了。起只赞的。最后这200一包上面吃无？呀，一包奖。阿姐，台下给三个，恁无你食牛排，手边去。个人无食牛排。真认真聊，王爸，想要吃的人家，我来讲，先给钱的先聊。一千上面吃1000块了，认真了吧？一千上面吃，搁给一个菜去。一千块上面吃1000块，认真了吧？一千。这种用这种行的拢好吃，1000块了。全部有女人的，有。全部这四个人给加钱，拢无啊？无。三个无够，1000块，1000块，认真了吧？1000块了，1000块。你们都只看。1000块了，1000块。一千上面吃，认真了吧？1000块了。懂不懂？懂。日语我不会。大概拢我变三对，只有我懂。三个开钱了，三个开钱了。开1000了，来1000块了，1000块了。钱在底啊，做六点定价钱。1000怎么吃？讲笑啦，开玩笑的啦，你妈激动啦！我看到你1000无赔着，我就艰苦的你，我无跟你讲一个袂当啊。1000怎么吃？认真了牌。1000了。气死啊！那个了了去啊！一个人给装包啊，3000多，收起来，安尼就是无卖啊，敢知？我若画这个骨折，就是无卖啊。阿姐，会啦会啦，天高。我来讲一个问题哦，来，雪梨客家我袂看卖啊无？雪梨，花实在嘛袂出世去啊吼。好啊。三星的牛奶，我甲你讲，三星的牛奶，雪梨顶应该要吃吧？大地高的，想要吃，卖互你开1800、500，上面吃雪梨500块。500块。两地互你啊，500了。三地啊。一地够互你啊，三地啊，四地啊，还有五地啊，500了。别当个吃，别当个吃，500。两个啊。500，你两个啊。一地500，两地500，三地、四地啊，还有五地啊，500。一地500，两地500。是嘛？老妹啊！老妹啊！对了，这个，这个，不是种感觉。来个500个妹来不？我交钱啊！来几千啊？算你去那边。一地500，两地500，三地有你，四地有你，五地啊！500个要吃啊不？500个好吃，我鳕鱼啊。300个好吃，300块。来三百只。来300个好吃，300。300个好吃鳕鱼不？300块。有啊吗？一瓶四个人加钱起好吧？我若甲你介绍歹食，你来甲我叫。啊、哦！我若无甲你收，我若无给你看物件，还甲你收钱的物件，我有相当500%，信不信？这瓶四个，这瓶四个，我要骑三轮，你卖讲500、400免先骑先赢，200块了，四个俩，一瓶四个，搞收起来，四个收钱，200块，200块，我说你搁收，搁收，三个，五个，三个贵，包贵，这包你也当个无只来搞叫啊，啊，靠背，最后你提动我袂记，最后你提动个了，最后你骑钱的啥？来500，反正无够，哎，对，迄个。来包括进来。
你甲双胞胎对，歹势无啊，不好意思，我让加收一个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那我给过。这包等下你甲用签的就好，用签的就好了。用签的就好。来，姐。来，给他讲。姐姐。来，起床好好化妆吧，上台听下别个。上台听下。来，上面讲毛豆。来，毛豆要吃两百了，好吧？毛豆免花，毛豆要吃两百块了，好了。两百块上面讲毛豆，退冰两档车啊，一包啊，一包两包三包啊，四包啊，五包啊，六包啊，两百块要吃毛豆哦。迄个价我袂当来啊，一百块人要吃一百块。一百，收钱啊！一百块要吃。一包有人要吃毛豆无？一包拢有啊！来收起來，来我安讲啊，今仔日无人给我去挂袂完啊，咱无出招袂动来啊，好、哦，我来讲啊，唉，实在是无奈啊，到底是安怎？真正生气啊！台下都无好停过，恁爸来拉一帮大帮，一个来两包给我。来只咸猪肉，给我开好。来，拢加起，拢加，我袂卖，拢加起。来，线的拢好加起，我袂卖。我先来画一个综合的，给伊送一个。来，来，你辅料酱加起，我袂卖。你两包加，我袂卖。个人要食辅料酱，我先为一包海产的开始卖。一包三斤半，想要食辅料酱的人家，唔免一千八百。我剩最后这两点，唔是炸这两点，炸一堆来卖了了，先加钱先赢。三斤半的海产啊，两百五十不？来，鱼啊，五十要食海，六百五。来，来，来啊！无啊，一个尔。无啊，剩一包狮子头，内底。